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。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他的大男子主义是越来越严重了，大事小事啊，总是他拿主意，从来都不愿意和我沟通。我觉得他是很不尊重我。我们现在沟通啊也很困难，经常是从早上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吵。现在的我们是一直处于分居的状态，有的时候啊，我都觉得我们俩是像合租的租客。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过下去还有什么必要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陈先生59岁，来自福建，公司职员。丁女士57岁，来自江西，公司职员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结婚多少年啊？结婚10几年。再婚重组是吧？对啊。怎么了？被轰出来了？因为打呼噜是吧？这不至于的吧，打个呼噜就主持人是这样子的、我们确实现在的情况是分居，就是因为他是做一些商业工作上的需要嘛，经常有应酬，而且这个应酬呢是3天1小喝，5天1大喝，那一喝的话就经常喝得比较迟回来。我记得哈，有一次我去接他的时候，整个脸啊都喝黑了，还吵着要喝第二场，我死活硬拽就把他拽回来了、拽回来了，好，倒在床上睡了，那呼噜声震天响。我是因为工作我才去喝酒，并且我每天晚上我喝的是9点多就回家了。你问题是3天1小喝，5天1大喝，你长此以往，你最关键的你还有胃病啊，你怎么吃得消啊？怕您出事儿，身体不好少喝点，这么大岁数没个底吗？是这意思吧？关键还影响了我。是是是，我一宿没睡着觉，你说我一宿不睡觉，你们感受过没有？那多难受啊！是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跟他分居了。而且他是大男人主义特别的严重啊，就好比因为我们年龄也不小了，我们在海边买了一个房子，就为了养老用的。多好啊！养老用是不是要两个人住得舒服，住得喜欢？关键你是不允许我参与，那我去的干嘛？我不让你参与，是因为你去了，到了那边还是会跟我吵架，因为以你的性格，你是很容易走极端的。我一旦不让你，那你为什么不考虑要给我一点？比如说我舒适的地方，我的包放哪里，我的衣服放哪里，是我的小动物放哪里？你最起码要考虑我吧。家里还要养宠物啊。之前呢，我们家女儿因为经常出差，她工作，她养了3只猫。3只猫呢就寄到我们这边来，因为出差嘛，猫没地方寄，就寄到我这里。那我想我给孩子嘛解决一点问题，但是他是死活不肯，然后我跟他千求万求，千求万求就是不肯，最后我非常努力的求，好不容易同意了。那你说我为什么不肯啊？还不是因为很臭，那家里的大便，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大便拉在床铺上。后来这个猫，现在这个猫的结果是猫这个结果现在是在我再三的要求一下，就是虽然他不情愿，还是没办法。结局是还留下来了吗？就好了吗？最关键的，我跟你讲，他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谁是州官？他是州官。哦，您是百姓。我是百姓。家里就两口子。对。还分官和老百姓。哎呀，这日子是这样的。由于我们两个工作关系，我们经常就要跟客户联系呀、什么的。那像我这种情况，我们公司我肯定有客户是男的嘛。那一两下特殊情况的话，我跟客户去沟通。记得有一天是晚上大概10点多一点，我们的同事就给我打电话讲一些工作的事情，可能当时也比较急，他冲过来一听是男的声音，坚决要求不许我打这个电话。这个事情我得讲一下哈，你经常晚上是10点多以后打电话，并且都是跟一些男的在打电话，当然我很生气了。他10点多坐在马桶上跟一个女同事打电话，打了足足1个多小时，
那最后我一听是女的声音，我就说干嘛？我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是我们公司的女职员给我们打了电话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你是不可以让我十点钟以后跟异性打电话，不管是工作不工作，你叫我遵守，你是不是要遵守？可是这么多年来，我也没有说晚上那么晚的给过女的主动的给那女的打电话。你这个事情不是发生一次两次了。这个是最典型的一次啊！行，那他是天天放火，还是偶尔放一把火？也不是偶尔，经常。那这个就不对了，我到底信哪一段呢？经常在外面喝酒喝到深夜，又经常十点钟以后给异性打电话。女下属。对，那我信哪一个版本？如果今天他出去喝酒了，回来的很晚，喝大了，那他十点多就没法给异性打电话。对吧？这个不矛盾。哦，不矛盾。对，哦、因为什么？他就是一三五，他跟女同事打电话，尤其是他喝醉酒以后，特别爱打电话。我并没有给女性打电话，不是女性。有时候我回家了以后，那人家说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一些，我跟你说，我说的这些并不是说别的，包括说猫的事情，我就告诉你，你理解过我吗？哎，对，你只考虑你自己，不考虑我，你大男人主义太严重了、啊、懂了，明白了，就是感受不好，对吧？对，其实就是说，如果你同意我打，你也打，也就那么回事了。没错，还没错呢。我就好多话我都没敢问，还有很多生活中的小细节。哦，那您再说几个细节，我们正好听得更全面。像洗衣服，我每天的衣服，我早上出去之前都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放洗衣机。记得我有一次，我也承认我是犯了错误，忘记了把口袋里面的东西掏出来。我这个不止一次的跟你说过，每次洗衣服要把口袋东西掏一掏，但是你每次都没有掏，甚至我都跟你讲，我的衣服不用你洗。因为我自己放在洗衣机里面，我就可以掏出来了。那我想问你一下，你说不用我洗，后来你洗了吗？家里的袜子满天飞，房间里面到处都是袜子，一回来啪，不管什么地方就扔在地上。衣服也是这样子，内衣内裤也是到处挂。那我们要求家里整洁啊，都是我来收拾，收拾的时候你就没有说，最后我洗完了你来说这些。有一次你说我把那个衣服都全部的弄到外面来，你这件事情你不说还好，你既然提了，我就把这件事情给大家说一说吧。你看啊，我们在南方天气，我们换季是非常快的，由于我忙一下来不及把春秋的衣服给它倒一下，因为我有的时候外面都会给它留一两件，只要一件衣服没有找到，他就把所有衣服扒拉出来，床上地上桌子上全部都是。我要整这个衣服，你知道我要花多少时间啊？那是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我在那边的时候找不到衣服，因为你把冬天的衣服放在外面，就比如说前不久天气很热，我要找夏天的衣服，我找短裤。你不要说这些了，行不行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家不是一个人的家，我们两个人是夫妻，是公平的，我说这些东西你都不让我说。我们是公平的，知道吗？你也可以承担家务，为什么不你去好好的找衣服？为什么一定要我做呢？我们家就两个人。你为什么是这样子对待我？家里两个人什么都要做，躺在床上指挥我干这个干那个，收衣服在哪里？必须去我收，什么东西都要我，而且我一旦做不好你就要指责我。您夫人是经常这样吗？容易情绪失控？她是经常是这样，就是情绪的控制稍微差一点。没有，长期积累在心里憋得难受，知道吗？真的憋得难受。是，因为我们长期的分居，我们没有沟通，她回来她的，我回来，我们搞得就像合租一样的，就是去怼我过来的。你所讲的话，你能不能听我说完一下？我终于可以在这个场合，我把我该说的话说出来了。你每次都是不让我说完，久而久之产生在心里一种积怨啊，非常难受。他这样子怼我，是不是也激动了？我声音也高了半拍。完了以后，我就会跟他去，也大一点，谁知道他马上一脚就踹过来了。那我性子也急啊，你这样子对待我，我是要找你沟通的。那所以我也跟他回击了一下，所以经常是出现这样子，就我们两个人之间是吗？没有沟通的半句就开始吵了，就互相动手是吧？对，就互殴对吧？我理解的对吗？对。那这先生对你好吗？道理
我们结婚十几年了，他以为他对我好，就是把他爱吃的东西给我。他爱吃饼干，我是特别讨厌饼干的，十几年了从来不知道我不爱吃饼干，他就硬塞给你，还塞到你嘴巴里面，他就觉得他对我好，没有说懂得去尝试的了解你呀。像我的微信朋友圈他几乎是不看，我连自己的微信我都不看，是不是？我是经常看你的微信啊，我去了解你啊。你是经常看我的微信，你是怕我外面说有女人，所以说你才想看我这，就连我自己的微信到现在我还每天都几千条。那你能不能尝试的了解一下我外面有没有人呢？因为我不是说这个意思，不是你有没有人呢？那肯定没有。那我要了解你干嘛？我信任你还不好吗？但是我是觉得，你看我生活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爱吃什么，我喜欢什么，我要做什么，他一点都不去了解，不懂。他是不懂还是他做了被你否定了呀？他不想了解我。不是，他还是了解你的。你不相信主持人，你问他我爱吃什么，我要什么，他肯定不知道。爱吃什么呀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爱吃什么，因为我们平常在一起的时候，反正就说他也经常在外面吃饭。在外头吃饭谁点菜啊？我付款，我点菜。是吗？是的。那说明他点菜合你的口味啊。我不爱吃的就不吃咯，那我爱吃的就多吃了。因为我们南方大部分是海鲜，他也没有说不吃的道理。那海鲜要说起来，基本上有很多东西我基本上我就不吃。他爱吃螃蟹，他是天天螃蟹我都堆给他吃，我没吃。按正常的螃蟹很多人都喜欢吃，我几乎不吃。那你喜欢吃什么呀？我喜欢吃肉食。那你点就是咯。那为了尊重他吗？他大男人，这个就不是了。这个夫妻之间有什么尊重？你喜欢吃螃蟹点只螃蟹，我喜欢来个红烧肉点红烧肉，两个菜嘛，再加两个菜，这日子就过下去了吗？这有啥呢？我就一个感觉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就是一个历经生活沧桑，觉得自己看明白的一个大叔，我跟你过日子就普普通通的，我对你好或者怎么着，我就这么过这日子了，我没有更大的追求，对吧？对，没有所谓浪漫的追求，碰到了一个内心的小姑娘，嫁过来，我到这边我举目无亲，再一个最关键，我父母也不在了，我非常缺爱。我是外强中干，对呀、啊，那你直接跟他说就行了呀。他能给我一点爱，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呢？我说过了，我说过好多次了，我并且跟他沟通，但就是这边耳朵进去，那边耳朵出来。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吵架，完了，一吵架我就得把窗户、把所有的门关起来，把窗帘拉起来，就怕别人看到了，怕别人听到了。你只想过家丑不过外扬，你没想过就是为什么我屡次的跟你去沟通，跟你去讲我缺的是什么，我要的是什么，你从来没有想过我内心的感受。我内心我就我不在乎钱，我也不在乎别人，我就在乎一份爱，知道吗？好好，没问题。我要爱，知道吗？那个，我们来沟通一下，好不好？咱们平静的沟通啊。您能把您要的那个爱给我们做一个描述吗？我觉得他就最起码去关心我的内心世界啊。您对对，比如说我工作上碰到一些困难，我跟朋友之间碰到一些问题，那作为我们也年龄不小了，我也知道怎么去对待，也知道怎么去。那您跟我说说吧。但是就觉得，我还特别好奇，您跟我说说吧。我就觉得就是说你，您别老觉得了，您跟我说说吧，您怎么了？我这段我特别想告诉您的是什么？我算沟通能力可以的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你沟通了，你不是一个沟通的状态。我是特别认真在问您工作上碰到了什么，您可以说我工作上面碰到了什么事儿，什么事儿，什么事儿，我们的话题自然就有了。这个我知道。哦，知道。我知道、知道干嘛那么大的抱怨。所以我有很多在外围，比如说在外面，比如说我偶尔就是以前哈，后面是没有，以前我跟他出去的时候，我都尽量我以他为主，他说什么就什么。嗯，不是，也许他会觉得你说两句反而是给他面子。一出去有的时候说没有给我什么面子的，就比如说我到外面喝酒，那在一起喝酒的时候，他就当着我们的一些朋友的面就在那里数落了。有一次他过来接我，当着那么多的面，包括我们那些领导啊，我们那些员工都在那里，他就当着我们的面说，哎呀，你脸都黑了你还喝。每一次你都是这样子喝。关键是去医院看病，那个胃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，他甚至怕自己已经有事情了，他要喝第二场，那我是不是心疼他？我肯定不能让他去喝第二场。理解，咱们来看看这应该怎么办。你能不能试着学着来懂我？
我相信在他的内心，你先生的内心也会有这样的呐喊，只是男生不说，你这个女人不懂我哎。是，这个错位到底是打哪儿来的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好吗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整场听下来以后，我特别想逃跑，就是让我在这坐立不安。尤其丁女士刚才在整个的就是情绪在无法管理的那一段时间之内，让我很不舒服。就是你有想过她为什么每天需要出去喝酒吗？你也要想一个问题，她为什么情绪能失控到如此的地步？想要让自己过得舒服，想要让自己开心，首先得让对方先开心了，你的情绪也就好了。而且您所谓的我每次都要跟你沟通，我每天跟你沟通，可能你对沟通有误解。什么叫沟通啊？您觉得刚才您的那个状态是在沟通吗？早晨起来跟他去沟通的时候，我你选择沟通的时间就不对。谁大清早上起来，今儿一天的工作一天的事儿等着我呢，我要先听你跟我沟通。沟通什么呀？问题我们没时间沟通啊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们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要沟通的时候，难道不值得相互等一等对方的时间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？我也请求过他带我出去玩，他都没有啊。他一个人去北京，一个人去山东。你也可以一个人去北京，一个人去山东啊。当你发现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约个时间，我们相互迁就一下时间。我是每天晚上都回家的。所以呀、你回家 你几点回家？你看一遇到问题，没有一个人是和颜悦色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放下自己心里的情绪，想想我们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你到底是想要日子好，还是想要日子闹？如果你要是作，要是闹，那你就不要觉得自己每天很委屈很憋屈。如果你要是想让日子好的话，你就要想办法用智慧。所以你们想好了，如果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想想对方真正的需求，或者说我也干脆做不到的话，那咱就千万不要将就了。因为到这个年纪了，气出个好歹，你们怎么跟自己的子女交代？我是觉得到这个时候，谁改变谁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，也做不到，那就算了。陈先生胃不好哈？对。试试葵花胃康灵，止痛更治痛。你们分床睡是一年多了是吧？嗯。发生了哪件事情让你们决定分开？打呼噜吗？喝酒打呼噜？打呼噜。但是问题是，我是连续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。是的，是你提出分开。是。他打呼噜的时候他自己知道吗？知道。是，但他能解决吗？他解决不了吗？但是他不喝酒。但你用了什么方法？不喝酒的时候不打呼噜。你用了什么方法？你只是以痛治痛嘛，就是你打呼噜，那我就跟你分开。你所有解决问题的逻辑都在这里。我再问你啊，他爱吃饼干你不爱吃，他喂你吃你不领情，对吧？你生气是不是？是的。那他不喜欢猫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把猫留下来？你有考虑过他吗？猫可以陪伴我。对，他有猫陪伴你就不需要他陪伴你了，对不对？导致现在的这样病症的表象背后的根源是什么？你们一定要共同的去找到。一味的表达负面的情绪是不可以的，而且负面情绪可以怎么样？影响别人。本来可能他想跟你好话好说，对不对？咱们说这个理儿，但是你呢不行，立马情绪就上来了。他说东你说西，他说一你说二，你是一个发散式思维，一下能把一件事儿扩展到无数件事儿，这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。聊事儿，别聊情绪，别说你不对，说先自己什么问题，这种方式也可以影响对方。你记住，面对面的指责不如肩并肩的说服，有话好好说，就这样。现在冷静了没？冷静了是吧？冷静了，我问你啊。就我觉得很奇怪，就是一个男人跟你分享他爱吃的饼干，这是个好事儿坏事儿？可以说是好事，他认为他爱吃的给我。好事儿是吧？对。但你在这个舞台上是以一种失控的状态来控诉这件事情。问题是给你分享了十年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痛恨的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
你不爱吃，对吧？对啊，但是问题在于，如果他每一次都是默默的一个人在那边吃饼干，一点都不分享，你是不是也会失控呢？你知道你的问题出在哪吗？你没找到自己的病因，你的病因是恐慌，你的病因不是这个男人，而且这个标准是在时刻犹疑的。然后呢，你发现他达不到你的标准，确实啊，你有问题啊，他是有问题的啊。我先说你，不代表我不说他。你发现他达不到你的标准之后，就是你用焦虑去治疗你的恐慌。除了骂他之外，你还有什么方法来倾泻你的焦虑吗？舒缓你的焦虑，你有方法吗？我就养猫啊。啊，除了养猫呢？那我一个人待在家里，听听音乐，听听小说，做点自己爱吃的美食。那么你的焦虑被排解了吗？好很多了。排解了吗？排解了。你今天在我们舞台上如此控诉，如此失控呢？对于你来说，你的生活需要有很多的分层，就好像你现在找到了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一个人养养猫，一个人听听音乐，哎，我的焦虑会好一点。但是如果你和这个人在一起，你的焦虑继续在你身上堆积和累积的话，这个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？除了跟他分开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至于你的问题其实很大，就是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女人的失控是这个女人的问题。情绪像银行一样堆积在她身上，那她为什么会那么堆积？因为很简单，因为你的粗暴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啊，天哪，在舞台上你们看她是这么一个样子啊，疯疯癫癫的，不，她全是你的问题。当她觉得一个人孤独或者生病感到恐慌的时候，你要去抚慰她的那些恐慌内心的慌张吗？你没有吗？你凭什么做人老公？就当一个女人站在我们舞台上，为一些叠衣服的事情失控成这样的时候，不知道在心里面已经憋了多少年了。我觉得可以离婚，你千万不要因为你在什么地方待着，怕人说什么，什么年纪了，然后说我不能离婚。离婚是可以的，如果你一个人过得更好的话。如果你们两个人真的还想要在一起，我觉得很简单，你每天抽一个小时时间，陪你太太说说话。我刚刚一直在想分辨出来，你要的爱具体来描述的话到底是哪些。朋友圈你发的所有的内容它最好看，能点赞，更好的表现是能私下跟你讨论一二，支持你养猫，少喝酒，在家陪你。在你洗错衣服这一类的事情发作的时候，他告诉你真是个小傻瓜，下次注意一点。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女人，她是要像几级泼妇是由你们决定的。我们天生的确容易歇斯底里，我们的确容易情绪化，但我们情绪化是一级二级还是三级四级到崩溃，确实由我对话的这个人。你日常操作里头逼疯他的常用手段有，他一发火你关窗，这等于是直接就告诉你了，第一，你的状态好丢人呐，别让邻居听到了，太丢人了。日常就是这样啊，你以为的我平时没有做什么多过分的事儿，但他怎么这样呢？但是他就是被你这一些只顾外人不顾他的一些做法逼疯的。当我妈发火的时候，我爸又会给她递杯水来润润嗓子，接着说。我妈可能还是火，也真喝了。喝了以后，两个人就相视一笑。有的时候我说哪儿去了，你给我找补找补，我爸再给她续上。于是我妈接着说的时候，气已经都没了。两个人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么样一个小动作，因为她老公表示出来的叫做我在意你的情绪，而不是我在意别人怎么听我们家的声音。但是对于您来讲，您的确会让一个男人慢慢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应付你。在这个时候，你就应该向我三岁的女儿学习。我经常有的时候训我三岁的总是想淘气的女儿，我女儿葡萄会跟我说，妈妈你弄碎了我的心，因为你刚刚训我了。我说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她说你帮我修复一下。我亲了她一下，我说这样怎么样？她说心尖尖那里还有点碎，你还得再亲一下。我又亲了，好了，我的心修复好了，走了。
你跟你的丈夫相处里头也应该学习一个三岁孩子的智慧，当你歇斯底里的说我要爱呀、啊、我要爱呀、啊、这不就是一个三岁的孩子的呐喊吗？跟三岁小孩我要糖我要个玩具一样的，你喊得很真诚，但怎么能够让他给你，就可能告诉他，老公放下你的饼干亲我一下，我就让你接着吃，不要轻易的失控，然后教会他怎么样平复你的情绪，好不好？中国人讲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如果老陈十几年如一日的这么破坏这位姐姐，这个姐姐还有今天的这种花容月貌吗？陆琪老师那问题问得多好啊，我爱吃饼干，我跟你分享个饼干，你是高兴还是生气？当然是高兴了。他把他最爱的东西给我分享，代表了什么？你有感应之心吗？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不是大男子主义，只是老陈到了这个岁数活明白了，要不然早就跟你离了，是吧老陈？是，说的眼睛都红了。老陈又很现实啊，我再找一个说不定还不抵他呢，就这么着吧，我忍了，那这日子能过好吗？你把他放成了你是他的妻子了吗？我看没有嘛，他不委屈啊，男人只不过说不出来而已嘛。一个60岁的男人在台上哭，你问他为什么哭，你问过吗？他的满腹委屈绝对不比你的少。老师们刚才给了一个建议的桥梁，首先如果还想过下去，分房是不可以了。第二件事儿，找时间沟通，把自己心里想要的直接说出来，在这儿说可能比较那个，回去自己好好说吧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想对你说，我们结婚十几年来，你真的有真正了解过我吗？你能不能尝试着去了解我一下，我想要什么？真的，我这次来我就希望通过这个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还，我就不知道以后我们怎么下去了。我是想说的是，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。其实我真的我心里也很委屈的，你说我60几岁的人，到现在我们虽然是再婚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再离开，真的。实际上我们很多事情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引起吵架的。谢谢两位，请回请回，来吧，预测一下吧。他俩还会都出来，但是我真的觉得建议他们俩离了吧。肯定会都出来的，一定会。来吧，看看他们怎么选择，请开门。快去快去，他就喜欢那个跑过。Thank you.
对对对啊，说是因为包办婚姻是吧？对。如果没有孩子，早离了是吗？对，是这样。那这都33年了，这孩子也应该大了吧？嗯，女儿今年32，儿子17。所以今天来两位是为了什么呢？因为从一开始我俩是父母包办的嘛，那会儿都孩子听话，当时他对我也不是那么太满意，我对他也不是那么太理想。说白了，有了孩子就将就就对付过吧。嗯。那会儿我们是农村嘛，农村是离婚是挺丢人的事情。嗯。但是最近这几年当中发生事情让我都有点接受不了。3年之前我女儿找了个对象，啊，那个男孩就特别是游手好闲，我姑娘挣的钱他都给花了，我就觉得这个对象不太靠谱。然后他一直就是说姑娘愿意你干嘛就阻拦怎么的，但是我觉得是 不愿意。我曾经也给姑娘我也说过点到为止，像你那个性格你就是逼迫姑娘就分开的啊，姑娘在家哭哭啼啼的，你说万一出现啥事儿，当父母你是是是你后不后悔啊？对，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俩吵了无数次嘛。最后一次爆发的是什么时候，就是马上说要结婚了，他就说意思四个火坑都让他跳。然后我就觉得那样说一旦要是结婚了是火坑跳去还能跳得出来吗？嗯。然后因为这个孩子事我俩吵不休，他甚至喝醉酒了要打我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日子没法再过下去了。因为啥？我说的话他听不进去，哪句话都不对，都得必须他一手遮能听他的呀。一气之下我就要回家取结婚证了嘛，说啥这个日子不能过了。当我去取结婚证的时候，他有点好像醒酒了，有点害怕了，觉得这个事儿我说的好像是有那么一点道理。那闺女儿这婚事到最后到底怎么样了？姑娘最后还是跟那个男孩分手了，然后经过别人介绍，在去年嘛8月份结婚了嘛，还算是我选择算是对的。你选对了，那谁知道呢？对，估计您母亲那会儿给你挑结婚对象的时候也是这么挑的吧？哎，不说了，这事儿过了啊，我明白了，这3年这是第一个坎儿，还有啥呀？这个事儿过了也就算过了，行，姑娘现在找到属于自己幸福了。但是我跟他俩刚结婚是怀孕的时候吧，他就是一个特别重男轻女那么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就说回去了，从3年前就说到30年前了。对对，我并不是重男轻女，因为我一天在田地干活很累，回家就想休息，我哪有时间说是抱抱孩子。他根本那姑娘他连理他都不理，就我天天在家就是伺候老人呢，伺候孩子，他连看都不看。你说他光说他喜欢，喜欢什么呀？我是重男轻女，就是女儿写给我这封信能保存到你说什么信？我怎么不知道哪来的信呢？我喝醉了酒，你把门扣上不让我进屋，我拽开门之后不小心把你摔倒了。啊，你说那次我肯定印象挺深刻的，因为那会儿孩子小。是这么回事，这样说是头15年之前吧，冬天嘛，在朋友家喝酒，喝多了回家之后呢，他就把门扣上不让我进屋，因为是冬天嘛，比较冷，接着酒劲嘛，把门下拽开了，进屋之后他就往外推我。就在拉扯的过程中呢，他滑倒晕过去了，就把他送到了医院。送到医院之后，第二天我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桌子上有2封信，写给他妈妈一封，写给我一封。今天这封信我还带来了，看看。那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这封信呢？那给我的信你为啥要揣着？主持人，我有点近视，好像有点看不太清，你能帮我读一下吗？张大老师给读读吧。这相当于当妈的说当爹的跟女儿关系不好，爹拿出了证据，说这个女儿曾经还写给我们信呢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跟她关系不好？是这意思吧？对对对，这是信的落款是看得清吗？一封写给妈妈，一封写给爸爸的。啊，咱听听爸爸都看过是吧？对，我看过。我念写给妈妈这封信哈，因为有点长，我大概给您念一两段。妈，作为你们的女儿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和对你们的看法说出来。俗话说得好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，谁都不知道自己有过什么错。作为女儿，我在这封信中就实话实说。妈，自从生完弟弟之后，你的脾气好了很多，但是这次不管是谁对谁错，总之都有一错，如果有一人肯定要退一步，会这样吗？妈，我知道你让爸爸戒酒是为了他好，为了这个家，但爸爸毕竟是个男的，
他有时也要些面子，出门哪有几个不喝酒不抽烟的，对吧？给爸爸的信我说了很多，妈，我也跟你说过，我拿相片咱们一家三口的照片给同学看，同学们都非常羡慕我，现在又多了个小弟弟，那我不就更幸福了吗？我说过你和爸离婚了，我谁也不会跟，奶奶和姥姥我也不会跟，你们都宽宏大量点不就没事了吗？孩子在最后落款的时候写到，下周回来，我希望看到幸福的一家，而不是现在这样。妈妈为了我，为了弟弟，为了这个家，你宽宏大量点，多想想自己的错，别想对方的错，想想对方的好。嗯，这孩子多大的时候写的？15岁上初中。哇，这么成熟啊。然后他给爸爸写的信的下面也写了这句话，想想自己的错，想想对方的好。哦，哎，那我很奇怪啊，这封信为什么你没看到呢？我一直没看到，我根本因为当时吧，我就是没打算给他看，因为就想离婚，就想不想跟他过下去了，看不看有啥意思。哦，结果通过看到女儿写过这封信之后，我主意就改变了，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，我就打消了离婚的念头，忍着吧。哎，这么大的矛盾和冲突，为什么还会生个老二呢？我是怎么想的，主持人？因为他那会儿特别重男轻女，我寻思试图给他生个儿子，也许他的态度性格能改变一点。因为他这个人就像闷葫芦似的，有什么话一直不说，就闷着。所以生老二是您想追生一个？对对对，是我那会儿我都36岁了，当我生出儿子以后呢，我看他态度性格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。因为我不是不想跟你交流，因为我不敢跟你交流。因为啥？我每次跟你交流，我都再三考虑哪句话别说错了惹他发火，我心里都产生了这个阴影。嗯，我这个在信里面我听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啊，就感知女儿写给妈妈的信里面说，妈你不要太强势，类似于说哪个男人不在外面喝酒，给我的感觉是不是你妻子挺厉害的？基本上沟通不了。对外的时候真的不给您面子吗？真的没有。我比如说就给你举个例子，就是在外面就是秋收嘛，就是亲属比较多都回来帮忙帮工嘛。嗯，以前本身嘛他就反对我抽烟，结果那天正碰巧了，我正在抽着烟，他就过去就一巴掌把烟给我打掉了。开玩笑的话你都看不出来，那不是开玩笑吗？那叫玩笑，当着那么多亲属的面，那么多亲属为啥要给你面子呀？再有一次你过生日拍张照片，正常夫妻照相是搭个肩是不胳膊，这是可以正常的。可是这完全可以啊，应该的呀。不可以，你知道吗，主持人？他是在台上是这么说，在家他就不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俩出去办事都是一前一后的，你知道吧？从来他也没扯过手，没拉过手，为啥要当我家那人面伪装自己呢？当时端起一碗酒就泼在我的脸上，当时我也没急眼，我还笑呵呵的面对他。我为啥那会儿要给你面子？你要是在家一直咱俩说牵过手，说感情一直挺好的，那就别说搂啊，怎么样都行。你是那样的吗？你是在外人跟前是装的，就是咱俩可好可好的样，回到家里你不就变脸吗？你就是个泼妇型的，跟你根本就沟通不了。什么叫泼妇型的？在家经常说什么张三李四家媳妇儿，哎，怎么贤妻良母型，那是人家事儿，那你人家丈夫也不像这样的。不是您回家他怎么对你？成天你说别人家媳妇，基本上看他笑脸的很少。天天说别人家媳妇，你要不说别人家媳妇儿，我还不生气呢。主持人，我跟你说一件事儿，他原来在一个单位体育馆嘛，当厨师。以前给他打电话嘛，还行，跟我俩说话，办就是唠嗑啥都还行。有一次你不是说他不说话吗？咋又唠嗑还行？就还可以吧，就是说不是您这要求有点高哎啊行。不是我要求高。他那个有一个照片好像和一个女同事照相吧。有一天我就发现那个照片怎么剩他自己一个照片，那边半拉怎么没了呢？然后我问他，他不承认，你知道。后来我就上营业厅去查去了，一查那个电话通讯录全是说那个女的电话，然后我问他，他还是不承认。那只是一个同事。那要是没有事的话，你能回家说对我不冷不热的？那还是外边你肯定是有事儿呗，肯定是有猫腻呗。我有啥不？我为了我证实没有人认识，我把这个工作辞了吗？打电话为啥给他打那么频繁呢？那是唠正常嗑，我没有过格的行为啊。那不过格，谁好好一个照片留自己，那边俩失去了？怕你看着生气啊。那我上单位去找你的时候，没事你为啥要辞职呢？我到底给你证明了，你怀疑我有这事情，那是证明吗？那你是怕我上单位闹你工作不下去了？假如我要真有这个事情的话，我何必辞工作？我就在那工作呗。他事儿多着呢，我都不想说，在家我说一句，他十句都
100句一句都换不来，我就搁那闷着。还有啥事儿？我儿子今年上高一了，17岁了，打游戏我不让打，他就意思孩子玩着玩就不玩了，怎么怎么的，他老是跟我这么唱反调。那孩子都上高中了，他啥也不知道，啥不明白呀？他玩够不就不玩了吗？我一年回家几趟？你那都是借口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这样的，好事不找我，坏事全是我干的。就是家里面孩子你带，但是他责怪你，对对对，就是我就是个妈妈，他就是个好爸爸。然后孩子花钱呢，他更不说，孩子要10块他给20，要30他给50，有这么惯孩子的吗？因为啥？我不经常在家，现在10块8块能买个啥东西啊？给个30、20，我也嘱咐过孩子，你吃点喝点不要紧，别在外边给我惹事生非就行，是不是？给老子省点心，这孩子也答应，这不挺好的事吗？啥啥都是我的不对了，那早干嘛去？早干嘛去？咱俩也不用上这丢人现眼去了。不丢人也不现眼。您是在外头打工是吧？对。那您在干嘛？我就在家围着锅台转，然后干点零活。就现在吧，主持人，我现在这个岁数50多，是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就想说为家里负担的经济多一点的，然后我就想出去打工，做个月嫂啊、护工啥、保姆都行，挣的能比较多一点。他死活都不让，就给你拦着。因为你出去打工，家里老人，老人谁伺候呀？都80多岁了。他这人自私到极点，他就意思说，你就在家，我宁可。在外边我也不想回家看你这张脸，就外边什么什么都好，我眼不见心不烦，是这样。你就在家守着你这个孩子，守你这个屋里锅台转嘛，你就哪儿也不用去了。对对对，我就是不想看上你那张嘴脸。就那有这样的吗？这嗑唠不下去了，我问问吧。您在外面打工多少年？哎呦，10多年了。每年回家很短，一般一个月有时候回不去一趟，一年回不去一趟。这要是在外地的话，所以你们儿子17了。10几年就你们夫妻基本没什么交流，对吧？没有，没有，从来没说是坐到一起说说话，啥唠唠嗑，根本。您就负责挣钱，对。您就负责在家里带娃，对，这个伺候老人，对。今天来到底干嘛呢？就想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。我俩这个婚姻是3多年，是该继续是不该继续，我也没主意了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为啥事儿不继续了呢？不，这30多年都熬过来了。怎么就觉醒了呢？不是觉醒了，年轻的时候怕的事儿特别多，你知道吧？怕老人，怕孩子。我现在岁数这么大了，我就想为自己活一次。有我不知道这个婚姻到底是该何去何从？真的，我受够了他。行，他太闷了。好，我问几个问题啊，在你们家谁说话管事儿？我说话管一多半儿。就你说话管事儿吧。第二个问题，你这老公是不是有点怕你？他。表面怕，他心里不怕呀。阳奉阴违是吧？对啊。第三个问题啊，这个离婚之后咱准备做一些什么，怎么规划的？离婚之后自己过自己的，然后儿子自己过自己的。咋过？是不是手里还有点存款？没有。你这行吧？怕他吗？怕倒是不怕，就是唠嗑啥的根本是唠不到一起去。烦他吗？他一发脾气很烦。实际您是不想跟他说话，对吧？不是不想，也想，就是心里打怵了，有产生这个阴影。为啥呀？因为就是我跟他一唠，他就是说啥都不对，都是他的对。孩子未来也大了吗？孩子也得出去打工，或者学习好了考上大学，对吧？那您接着在外头打工，还是回家跟他一起过日子呀？还得回家跟他一起过日子。那过得到一起吗？说啥就吵架，那不得郁闷死啊！慢慢沟通吧。这还咋慢慢沟通？33年了也没沟通出个子丑寅卯。作为男人就得大度点啊！作为男人就得大度点吧。您就说您离不开他的理由是什么吧？还是离不开他。对呀，还是离不开他呀！想我给家里面辛辛勤勤的耕耘了33年了，我这老牛要歇了，你要给我轰出家了，搁谁受得了？是不是这意思？对对对。那您直接说呀。您跟其他人聊天也是火这么旺，还是只对他？就对他。娘家人怎么评价你选的，就是他们帮你选的这个老公？他们评价他就是这个人干活各方面还行，就是太闷，老实巴交，吃苦耐劳。你算找到了一个好老公。就我事儿多。你看后面你看，我们就知道嘛，公开的评价是这个嘛，老实巴交，吃苦耐劳嘛，管得死死的。在你们村里像这种听话的老公多吗？不多。我相信肯定有比他能干比他挣钱的，对吧？有。但是像他这么老实巴交的是不多，是吧？像他这么闷的没有。好，您用的闷。你今天来你想听到的是说你们离吧，还是说哎好好过吧？您更想听到的是什么？我更想听老师建议是啥，就是说
我们这段婚姻要是说能维持，我还是听老师的，不能维持我就这样。其实其他方面都很满意，就是太闷了。对，要最后再能跟我唠会儿嗑，把我逗乐了、哎呀，这个男人就完美了，是吧？这是怎么了？今天半路夫妻也说不懂，少年夫妻也说不懂，你们帮着懂懂吧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刚才有一段女儿写给你的信，我剪这个大段的念的，有一个小段我跳过去了，但是我刚才回头又重新仔细读这封信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段话要念给您听一下。谢谢老师。妈妈，在没有弟弟之前，你隔三差五就走，我周五回来你也回来，可在这一周爸爸怎么过呀？吃饭自己一个人，睡觉自己一个人，屋里冷冷清清，哪还像一个家呀？这么重要的你刚才都没念啊？因为他这一段，这是一个颠覆性事实啊，这说明男人很贤惠啊，女人。还有写给爸爸的里面也有一段啊，你念我听。爸，说真的，在我心中我一直都很佩服你。为啥？妈妈原来是有些不讲理，可你都一直在一忍再忍，但自从妈妈生完弟弟之后，妈妈也变了很多，变得通情达理，善解人意，脾气也改了很多。你是给我们玩翻转是吧？就说其实这个家里面的那个恶龙和怪兽是他。我的天哪，藏了这么重要的信息，五雷轰顶啊。妈妈是有时候愿意唠叨，可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关心你，关心这个家。爸爸，自从老姑去世了以后，你喝酒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我都很生气，更何况妈妈。你接着说，接着说、没有什么了，剩下就真没有重要信息。就没有了哈。我，你刚才藏了多少重要？不是，你要不给我看一下行吧？对，我现在也不相信你了。对，你这，你已失去我们信任了。对，你这拿来的信息都是完全是反转的，你知道吧？那不就是说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结了婚，这个女人说你不能干，你这个重男轻女，但是结果发现这个男人就一个人兢兢业的守在家里，女人倒是四处乱颠胡乱跑嘛。这个是在有弟弟之前。那也十好几年了。但是有了弟弟之后他变了呀，他有改变。那你接着说。 但还是有问题。是有问题，因为我看完这一段我心里挺受震撼的，因为当时女儿写这封信的时候是15岁。刚才你们都提到说为了孩子，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什么叫完整的家呀？我觉得完整的家不是说爸爸妈妈不离婚，而完整的家在这个家里面是爸爸妈妈相爱，家里面包办的婚姻给您介绍的这个人您不喜欢，您没看上。对，对吧？我觉得就是女的没看上男的，男的大哥肯定看上女的了。我觉得未必。是吧？未必，就是在他心里面可能也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，所以才会有不冷不热不冷不淡的情况出现，对吧？对，只不过是性格使然，就是我不争不吵。对吧？你觉得男人应该宽宏大量，我就闭嘴。但是您虽然嘴闭上了，可是行动上却没有停止。对，老师说的这个对。所以你们这些年就一直在互相伤害。所以你们一开始对于婚姻生活的起点，就不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起点。一开始就是怎么看这个人都不顺眼，所以这日子就越过越差。连15岁的孩子都能说出多看看对方身上的好。那我觉得如果你们只是因为孩子而牵绊的话，彼此这样相互折磨，那不如分开。在这段婚姻当中，我觉得真的像你们女儿说的那样，不是说谁一定是对的，谁一定是错的，你们俩都有错。通过孩子的信，我觉得错的更多的是在女方。你把这个重男轻女的标签给钉在了老公身上，你有关心过老公吗？他在失去自己至亲的时候开始喝酒了，为什么？这段时间可以说他是人生最灰暗的时候，你的体贴在哪里？包括因为你的涉足，人家是否有跟那个女同事有什么关系吗？你不知道啊，但是他却被逼着辞职了，你把他的事业都影响了，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他，有没有这个家呀？所以说不要眼睛只盯在别人的问题上，多看看自己的问题，
才能解决真实的问题。就这样。你女儿在15岁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答案写在这封信上了。她说，两个人打架，别说谁对谁错，反正都不对。然后呢，用了特别大的大字说，都想想自己的错，别想对方的错，想想对方的好。人啊，是有人生弧线的。我跟你讲个道理啊，说你老公，哎呀，这个性格没有几个人受得了。他跟你结婚30年，他的性格是你养成的。本来你可能性格还好，没有那么强势，但是就是为了做主嘛。所以我要说，我要不断的要告诉你，要理清这件事情应该是听谁的。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，你会发现一开始他不至于那么没有话。既然最后的结果都是听你的，然后我说了我要被你骂，那我为什么要说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个家里面的人幸福了吗？你的女儿真的她会觉得自己原生家庭特别好吗？你的儿子他真的觉得你们原生家庭天天这么吵架骂这么强势，他一点痛苦都没有吗？冷暴力一般都说男方不对，但我们要看这个冷暴力是不是到最后它变成了一种习得性的无助。现在所有家里面的人对你是什么？是畏而不敬。为什么不敬重？因为你没道理。少年夫妻老来伴，少年时候养成的性格导致了你们现在剑拔弩张。但是老来伴了就不能矛盾相交了，你只能把你的锋芒收一收，你只能把你那个盾打开。所以现在得你开口说笑话了，得你放下你的严厉了，这样日子才能过得下去。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这个婚姻还能再往前走5年，为什么是5年？因为儿子大学毕业和高考正好差不多5年。我们结婚已经30多年了，在这30年中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虽然我们性格不同，我希望今后我们互相改变自己的性格，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家，我们共同努力，好吗？说心里话，你这个人吧，其实各方面还可以，你就别有什么事儿吧不说，闷在心里，一闷的我都透不过气了，像一个石头压着我。你要说以后什么事儿都跟我说，跟我商量吧，我觉得咱们婚姻还能走下去。你要是说不跟我说的话，我觉得没那个必要了。真的，我太累太累了，我不想这么累，我想为自己活一次。你们家有什么事儿他没跟你商量过自己去做的？举一例。他爸去年住院的时候，他要去伺候他爸，他就不跟我说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也是家里一份子，不说我特别的生气，他就搁肚里闷着，自己难受他也不说，就什么大事都不想说。那你问过他吗？问过。你有多久没去看老人了？
老人住院为什么你不知道？好了，你带着这些问题自己好好想一想吧。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-2360-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。小心被骗。预测结果，预测结果。我真不希望他俩继续过了，我所以一开始我就堵死他们路了，说为了孩子，我就完全不必要为了孩子。两个都会出。Sky on your mind.